亚美尼亚表示，与阿塞拜疆接壤的几个城镇周二凌晨遭到炮击。亚美尼亚当局证实有49人丧生，但这还不是最终数字。阿塞拜疆称其军事阵地受到攻击，周二执行停火协议后双方又开火。俄罗斯表示，双方的冲突应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。美国敦促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。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中强调，冲突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解决。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、荣誉综合报道。